莲生活佛讲六祖坛经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莲生活佛讲六祖坛经。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，智通法师又在问六祖，四智之意可得闻乎？六祖大师回答，忌讳三身，辨明四智，若离三身，别谈四智。原来只要明白三身，四智自然显现。但是要怎样才能真正明白三身的意义呢？现在就让我们赶快来聆听莲生活佛的开示。我们今天在谈这个六祖坛经，这个智通法师啊，在跟六祖讲，四智之一啊，可得闻乎？六祖讲，忌讳三身啊，辨明四智，何更问也？若离三身啊，别谈四智，此名有智无身啊，既持有智，还成无智。六祖又讲了一个偈，大言静智性清净，平等性智心无病，妙观察智见非功，成所作智同严净，五八六七果因转，但用名言无实性，若以转处不留情啊，凡心永处那且定。这是六祖讲的这个偈，跟谈到四智的问题。我们知道四智是非常清净的，成所作智、妙观察智、平等性智、大言静智，称为四智。这个四智在密教里面呢，合起来就叫做法界体性智，就变成五智了。这个四智啊，六祖所讲的前面这一段，四智啊是离不开三身的，也就是法报应三身离不开的。六祖讲啊，既然离不开，你已经有了三身，何怕没有四智？没有三身，何来四智啊？他的六祖的道理是这样子讲的：这个如果这个四智啊，可以这样子讲，没有三身就没有四智；如果只有智的话，这样子的智也是无智。也就是没有自信啊。这个六祖的讲的话是非常直啊，坚定，不打诳语，不说假话，是真实语。事实上就是这样子的，你既然明白法身清净，报身圆满，千百亿化身，四智就在其中啊！四智就在这三身当中啊！你如果不明白法身清净，报身圆满，千百亿化身，何有四智可言？所以这六祖所讲的话就是真实义，不打诳语，不讲假话，
我们这世间的人呢、啊，很大的一个毛病就是讲假话，不讲真实语，专门讲骗人的话。你说有多少最容易犯的，就是讲假话、讲骗话、讲妄语、讲欺语、讲两舌、讲恶口，都是假的，假话。假的有多少？你问中国大陆，哎，不能讲。反正山寨版呐、啊，山寨版的全部都是假的。确实都是假，假的东西很多很多的。这个你说我们从小讲假话，讲假的话有多少？真的是很多。修行人尤其不可以打妄语，为德言德，为正言正，未通言通。你还没有得到那个果位，你就说你已经得到这个果位了，你已经得到无生法忍。未证言证，你已经证明了佛性了，看见佛性了，你没有证明到，你说你证明到了。未通言通，你根本毫无神通，所有的神通都是你嘴巴的神通。那修行人要注意到这一点，不可以讲假的，要讲真实语。这个六祖直接非常很明确的讲四字，这里面他提到五八六七是什么碗糕啊？啊，五八六七，啊，这个记里面有五八六七果因转。这个五呢，就是成所作智；六呢是妙观察智；七呢是平等性智；八呢是大圆净智。这里面所讲的就是四，这些四本身来讲，也就是佛性，也就是三身，也就是四智。他用四目去表达出来，什么叫做果因转呢？如果你不把你的事把它变成智，事变成智，把事变成智就是修行。那把智啊变成事，就是你就是凡夫。他的意思是这样子讲，必须要转。他提到一个转字，有的人不喜欢这个转字。他说本来五六七八都是一样的，四就是字，字就是四，不可以用转。但是六祖在这里变成果因转，就是因果了。因果本身是转来转去，转来转去都是有因有果的。因果，因也会变成果，果也会变成因，因又变成果，果又变成因。
看《莲生活佛讲六祖坛经》。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，莲生活佛告诉我们，转世成智就是修行，转智成世就是凡夫。那么要如何将我们自身的八识全部渐渐转化成四种无上智慧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聆听莲生活佛的开示。我们知道这个转来转去啊，什么东西是转来转去？手表是转来转去，这个表它一直在转啊，上面是十二点，下面是六点啊，这边是三点，这边是九点，那它每天就是这个顺着时钟这样子转，一天就转过去，但是每天都在转，但是越转啊时间就越过去，越转时间就越过去。我们希望大家把这个你自己的前五识，前面五识跟第六识跟第七识跟第八识全部都这样子渐渐的转，每天都转，把你的识转成四种智慧，一每天都这样子转。时间很宝贵，今天转的跟昨天转的就不一样，今天转的昨天也就已经过去了，明天转的今天就已经过去了，时间很快。所以在这里教大家必须要很精进的转，把你所有的一切的事转成四种智慧，有了四种智慧，你就会有三生。那个叫做转啊，我们这一生啊，都不是坐享其成的，师尊不是坐享其成的。26岁到现在，你看我写书，现在在写222本，你们坐在底下看师尊啊，很多人供养师尊，拿红包供养师尊，哎呀，师尊实在是坐享其成啊。你知道啊，我222本诗就是我织出来的网，智慧的网，网啊，智慧的网成一片，我就坐在智慧网的中间，像一只蜘蛛啊。蜘蛛本身是坐享其成，但是他要吐他的所有的心血的丝，把它织成一大片的网。没有织成一大片的网，他就不能够坐享其成。你们想坐享其成，就是要吐出所有的智慧的网，你就成为一个法王。222本书等于我的修行的功夫40年。每一个事情都有因果的啊，师尊每天做这个 exercise，
啊，伏地挺身，每天做，每天做，每天做伏地挺身，几数十年来 ，every day， 通通都做的，没有一天不做的，没有一天不做的。所以我练出啊全身的 muscle， 等到天气非常热的时候，我把上衣全部脱光。啊，让你们看一看，67岁、68岁有什么 muscle？ 哎，这个不是假的哦。这里讲大圆净智，就是清净法身佛。大圆净智性清净，就是清净法身佛。平等性智心无病。平等性智啊，就等于是报身佛，报身佛了。心无病，当然他心没有病了，否则他如何去主持一个净土？心里有病的，不能够到刹国、到刹土、到佛国净土。要到佛国净土的，心无病，你心只要有病，就不能去佛国净土，那你是平等性的刹土，大家都是一样的菩萨，一样在修行，都是菩萨。所以在人间呢，你不要有大小眼，也不能嫌人家怎么样，不能分党派啊，不能这个堂批那个堂，这个会批那个会，这个事批那个事，不可以的，一律平等对此，叫做心无病。这句话最重要了，你要到往生佛国，最重要的心没有病，心有病的是不能去的。妙观察智见非功，从妙观察智里面呢，可以去除你所有的障碍，你所有的缺点都给妙观察智看出来，然后给它去除掉，去除掉。这个妙观察智是非常重要的啊！妙观察智，因为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你必须要具有妙观察智，你才能够除掉你所有的习性，跟所有的业障，跟所有的障碍。成所作智同圆净，为什么他讲成所作智同圆净呢？你能够把所有的智慧全部发扬出来，四智都能够发扬，你就是大圆净智了。你就是成所作智，作智就是千百亿化身，你千百亿化身的应化佛都是变成菩萨一样，你的作为完全合乎于菩萨道，这个就是成所作智。你合乎于菩萨道，就等同于大圆净智，就是你本身的千百亿化身，你的作为都合乎于千百亿化身的菩萨道，就是成所作智啊，同圆净啊。这里讲的四个事都可以因果这样子转来转去，但用名言无实性，五六七八就代表四字。
其实本身来讲是没有实性的。欢迎继续收看莲生活佛讲六祖坛经。又到了空中读书会的时间了，我们今天要与您分享的是莲生活佛第219本文集《南山怪谈》这本书里的一篇文章。在这篇文章里面，莲生活佛写道，莲生活佛曾经赴约到一户人家看风水，看完了风水之后在大厅落座，主人拿出香茗泡了茶，然后叫出他的儿子。他的儿子如同行尸走肉一般从卧室走了出来，面如死灰，身子瘦得像竹竿，双眼无神，仿佛魂魄都不在身上。主人叫他儿子向卢师尊问好，他儿子说卢师尊好，说完转身又回卧房去了。主人叹了一口气说，我这儿子不知怎么回事，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他以前读书都第一名，也是运动健将，乖巧听话，他现在只待卧房足不出户，什么事都不做，变成这般模样。主人说请医生看，看不出任何毛病，问神拜佛也无效，就请卢师尊来家里看看家宅到底哪里出了毛病。莲生活佛说家宅风水尚可，但活佛一按灵光，灵眼却看见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，生得芙蓉白面，杨柳细腰，行动百媚千娇，粉面香腮带笑，走到活佛前面来，向活佛合掌说，卢师尊宽恕一回，我是水流师，需他的阳气才能安身立命。活佛点点头问，你每晚盗取他的精气吗？女鬼回答，是的。莲生活佛说，我实在不想为难你，但是主人请了我，我难以交代。女鬼说，我知道卢师尊是活佛，领有三大法旨，我斗不过你，请卢师尊给我活命好吗？我自此求你了。活佛灵光一现说，我西雅图雷藏寺的后面有一棵树，你可以去依附，至于主人的小儿，你就放了他吧。女子笑了，得令，化一阵烟就走了。后来主人的儿子渐渐恢复健康，自然有说有笑，一切正常。不过西雅图雷藏寺龙边的一棵大树渐渐变成枯黄而死，整棵大树全枯死了，真是厉害厉害。我们今天就以这篇文章和大家做分享。节目的最后，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，智慧的光彩这本书就免费的送给大家。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，感恩您的收看，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不要忘了继续收看莲生活佛讲密宗道次第广论，我们明天见。